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skip 了一个月，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的五月用什么，数量有点多啊，所以不如快点开始啦。讲了它先，因为要摆雪柜啊。这个零月呢，我是习惯了每朝喝这一支的，它是森下仁丹的胶原蛋白美肌饮，我喜欢它很方便，就这样喝，不用加水啊，其他东西喝，然后倒下去他们送的杯杯。一开始呢，我是喝最满的50ml，然后喝了一个月呢，现在我就喝25ml，做回一个基础的补充胶原蛋白就 OK 的了。那所以除了这一支已经喝了半支呢，我是喝了整支的了，真的喝了很久的。那跟着呢，它是很快的，3秒钟倒下去喝完就 OK 的了。我试过冲很多很多胶原蛋白粉，有个腥味，我是不喜欢的，摆在那里。那跟着这个呢，不会的，它是写呢有个肚和橙的味，喝下去甜甜地啦，有点像果汁糖那样，很容易入口的。它是日本制的，里面的胶原蛋白分子比较小，再加上一个双重水解技术，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吸收力。所以你只要是每一日连续喝两个礼拜50ml，明显感受到皮肤是没那么干，会更加有弹性。你不会下午的时候觉得自己扯干了，要喷点保湿喷雾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分别，加上它好喝，容易又快又方便，我就会很愿意咁样每朝去饮，成为了我的新习惯。因为自己想 keep 住饮，想囤货，我争取了个优惠。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 FreeCamp Bio 的网站，用我的 promotion code 是会有额外9折的，是一个囤货好时机来的。跟着在网站那里，我见到一个澳洲牌子的产品，好啱我表妹，因为她现在大紧肚，我就来做表姨妈还是表姑妈了。 Anyway， 除了买礼物是给 BB， 妈妈都很重要的。这个呢，我见到它是可以减淡和预防一些大肚纹，应该是很啱佢的。除了这个呢，我自己呢就想着试下同一个牌子呢，这两个一个是纤体的精华，然后另一个呢是 body oil 来的。这个纤体精华接出来是粉红色的乳霜状的，不会厚不会油，它吸收到啦，同埋慢慢会 feel 到一个暖意的。所以冲完凉的时候呢，一路搓个肚腩是重灾区来的嘛。跟着你会感受到里面这样渗一些暖意呢，是几正的。所以我都很愿意每一天冲完凉的时候一路在搓我要改善的地方，例如肚腩啊、大髀啊这样。最吸引的地方是看到网站啊，经实验证明持续使用4个礼拜，大髀是可以减 1.4cm， 腰围是可以减 2.2cm， 下个月去报吉呢靠你啦。咁既然用佢呢，咁就不如用埋呢一个叫做 Body Firming Oil 啦。呢一个紧肤油呢係 100% 纯植物萃取嘅，配合埋橙花嘅精油呢，係可以帮助排走毒素啊。一不做二不休呢，我觉得两个去配合埋呢，应该係会有1+1=2嘅效果嘅。咁所以呢，嚟緊呢个月我会非常非常之勤力去查呢两支㗎啦。佢哋係澳洲制造，不含人造香料色素防腐剂，同埋12种致敏有害嘅成分，咁所以好安全啦。大肚嘅朋友啊、坐月啊、喂紧人奶嘅朋友咧，都可以安心去用嘅。头先提嘅大肚纹我就冇经验啦，咁但系眼纹咧就会有好多心得啊。因为之前咧我都有分享过一条片系关于眼纹噶啦，嗰啲产品仲系好好用嘅。咁但系我要继续去试新产品噶嘛。上个月同大家喺 IG 分享咗呢一个 Talica 嘅眼膜咧，系超级热烈啊！因为大家见到个 before and after 咧，实在太惊艳啦！俾我影到咧，系唔见咗一啲干纹啊，敷20分钟即时嘅效果咧，系非常之惊喜噶。它叫做美目焕彩修复眼贴，咁我而家咧系用紧一对嘅，唔系用原色器噶，佢一对咧系可以用3次嘅，咁我就摆落去佢哋嘅收纳盒啦，然后咧就咁样贴住佢，跟住每次用咧就搣翻开佢，然后咧贴喺眼底嘅皮肤嗰度。它是不会跌的，也都不会有一些水溜溜的精华，是非常之方便的。我会朝早是起身的时候敷20分钟，跟着去化妆，你会发现个眼底是很贴妆，那些遮瑕膏啊、粉底是不会卡纹的。或者是如果你想急救的有重要的场合，它是可以敷过夜的。我平时是不会说啊去敷之前望下自己几多条纹啊，敷完之后没了啊，那就是因为影相去
發現咗。咁但係咧，你冇咗嗰啲紋咧，如果你唔去將佢維持咧，係會慢慢咁樣出翻嚟噶嘛。咁所以眼霜咧，今個月我好中意呢一個，係咪讀 Zoom 37咧？佢有個按摩棒㗎，我唔記得咗帶過嚟啦。咁然後個質地咧，哎呀呢度太多好嘥啊！佢係一個軟身嘅牛油狀，好滑嘅，會有一個滋潤嘅厚度喺度。咁但係咧係可以吸收到嘅，平時唔應該用咁多，用少少就夠。啊，点解我会攞咗咁多噶？咁但系你会见到嗰个滋润感咧，系非常之足够噶。呢一个系我觉得最近揾到嘅一个最强孖宝嚟噶。近镜再望下个包装，佢系好得意，肥嘟嘟咁样噶。佢叫做鎏金素芒重生眼霜。然后同一个牌子咧，我亦都试咗一个精华，系好中意。佢系全效活酵液灵精华。佢呢一个质地咧，系会似蜜糖咁样嘅，系会比较结身。咁但系唔需要担心嘅，又系推开咧，系吸收到啦。同埋唔会焗皮肤嘅，做到保湿啊、滋润嗰啲系基本嘅。佢最大嘅功效系收紧啦，个双下巴冇咁明显啦，然后个轮廓出翻嚟，就算咧系食咗一啲重口味嘅嘢，你 keep 住用咧，冇咁容易水肿啊、一嚿一嚿啊、泡泡面咁样噶。咁所以咧，我系好中意佢啦。如果系轻熟肌啊、干肌嘅话咧，大家可以试下噶。咁同埋咧，佢哋另外有个产品咧，我都觉得系好方便。佢系奇迹活酵肌物多功能保湿修护棒，周围放噶啦。有时候放喺厅啊、床头柜啊、手袋啊，总之几时觉得干咧，咁样捽一捽佢，系好似一个润唇膏嘅质地咁样噶，但系完全唔会黏腻嘅。我攞张纸巾，佢即刻跌落嚟。是不会黐的。那这个呢上飞机很啱啊，出街的时候呢不想去搽啲 cream 啦，觉得干呢你是化咗妆都可以咁样系搽上去咧，冇问题噶，佢会做到即时嘅保湿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系可以当润唇膏啊，或者系我睇电视咧会捽个手掌，一路咁样捽咧，系会觉得呢一度冇咁干燥啊。同埋玩电话嘅时候咧，捽喺嗰条颈嗰度，嗰啲颈纹系会冇咁犀利噶。去到化妆品啦，如果大家见到 COS 嘅呢一个蜜粉咧，记住买，佢系70蚊噶咋，里边系有埋粉扑啦，然后嗰啲粉咧系超级细噶，好似烟咁样噶。咁跟住咧，头先上咗啲保湿噶嘛，我直接拍上去。你会见到咧，佢系好滑啦，即刻 blur 咗啦，做到一个好好嘅雾面效果，完全唔会泛白冇粉感，仲要佢系好持久嘅。呢一个就算我上好多都好啦，再拍上去，佢都唔会有厚粉嘅感觉噶。全日啦，而家咁热啊咁焗咧，都系唔会溶妆噶。可能佢嘅保湿感系冇专柜咁好啦，咁但系性价比取胜啊！佢细细粒啦，然后咁好用咧，我真系觉得大家一定要入手啊！70蚊系当期啦 ，Cosmetsol 啦，松本清咧应该都会揾到嘅。仲有呢个眉 gel 又系好好用，佢好细啦，然后唔会好湿嘅。跟住个颜色咧系好啱我而家嘅发色啊！你去染眉嘅时候咧，佢唔容易去沾到个眼皮啊。比起之前咧，我用 Heavy Rotation 咧系更加好噶。佢啱啱一开咧已经唔会话一撇撇啊，唔会好难去控制啊，系完全新手咧你都可以用到嘅一个眉 gel 嚟嘅。最后系食得嘅嘢，呢两包咧可以话系日版嘅。浓汤宝啊，入边一啱啱嘅，有个系豆乳汤啦，有个系白汤嚟嘅，咁我好中意当佢哋系打边炉嘅汤底啦，煮面啦，煮豆腐啦，煮菜锅啦，系非常方便噶。佢唔系浓汤宝嗰种啫喱，而系一个液体嘅，非常快就可以煮到一个餸出嚟啦。咁呢一排咧，我多咗留喺呢个屋企嘅时候咧，都系用佢去煮一啲鸡肉啊、猪肉，再加个豆腐，再加个菜咧，做一个一品锅嘅效果咧，非常好啊！你哋可以去睇下，因为个包装咧都几易认嘅。而压轴呢一个系牛油嚟嘅，佢系邻居烧我噶。有次咧嗌咗邻居过嚟食早餐啦，佢自愧牛油俾咗我同金生试下咧，非常之好食。我唔明点解可以牛油做到呢一个层次噶，佢系同平时我哋搽面包啦、想象中嘅牛油咧系唔同噶，系非常之令到你想一路搽一路再食咧。佢呢一个系法国嘅海盐牛油啦，佢嗰种咸味咧系有嘅，但系就唔会。死咸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咸嚟嘅，咁总之食完之后咧，翻唔到转头，我就问佢喺边度买啦，佢喺 City Super， 咁一买咧，佢里边系有20粒嘅，咁就好方便，一次用一粒啦。佢系好似出边去一啲快餐店嗰度食一啲面包咧，你搽牛油嗰种咁样，咁但系咧，佢个味系好好食，唔算好贵嘅，40零蚊咧，我觉得而家出边买牛油，你去超级市场咧，好多都系已经40-50蚊咧，佢系可以接受嘅，就算喺
City Super 買咧，佢都唔係天價咧。如果係咁樣買到一個法國嘅海鹽牛油咧，我覺得大家係可以試一下呢一、這個咧。佢燒完我要燒埋大家一齊落坑牛油咧，我都可以佢推介咧，我都覺得自己好勁啊！咁其實咧，仲有一個想講噶，希望可以講得切啦，因為冇電啦，就係呢一個風扇，佢係極度無敵大風。聽唔聽到個呼呼聲啊？呢一個咧係好涼啊！佢有個夾咧係可以夾喺個台啦，夾喺一啲嘅推推車啦，或者係我夾喺天台咧。而家咁熱咧，見唔見到係自帶一個風喺度？呢一個係我鄰居咧，另一個鄰居，跟住佢幫我買噶，係喺油麻地嗰度買，係199啦。擁有咗佢之後咧，佢除咗係可以我嚟吹自己啦，跟住吹 chopper 啦，因為 chopper 好中意涼浸浸啦，同埋咧就係、是、我用呢個電腦嘅時候咧，佢可以一路咁樣吹住咧，冇咁容易輕機。咁跟住咧，佢係可以校時間制噶，我見到有個鐘喺度咧。但我不知道可以教几耐，因为它没有写。它是一个 Type-C 的插电，一开了它引了 Chopper 过来。是不是很爽啊？正啊，是吧？喜不喜欢啊？喜欢啊？哦，好啦好啦，哦，我们落地吹啦，好不好？哦， OK 啦，我明啦，我 get 到的啦。这个呢又是今个月很想跟大家分享，唉，所以忍不住都是讲埋啦，呢一个系非常重要，嚟紧夏天咧，一定会系成日用噶。系啦，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好丰富嘅五月用什么，希望大家会中意睇啦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呢一条片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个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会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晏昼3点同星期日晏昼12点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